电饭锅里剩点饭，正好够俏俏跟大橙子吃的了。因为我晚上不吃饭，做了两道菜：尖椒干豆腐，还有一个是炒鱿鱼。现在就等大橙子跟俏俏回来吃了。不知道啊，悄悄，吃饭嘞，快点的啊！是不是黄？啊，老一闪一闪的。有的时候就闪。大姑娘啊，你快点，爸不就吃完了？都你爱吃的。今天咋吃那么少呢？不说，说吧。吃饭团了。你知道我咋知道的吗？因为你爸爸今天买的饭团在店里头，他说留着煎你的时候去吃。吃个这么大饭团。妈妈，我今天吃了蛋糕了。你爸同学过生日啊？嗯。老香了。哎呀，你这是馋蛋糕了吧？老大了。我尝两次，还有牛奶喝。等你过生日，妈妈也给你买个大的，跟同学一起喝。啥牛奶喝？喝的啥呀？什么菌？益生菌。嗯。搁桶的。不是。瓶的。茶馆的那个。哦。酸奶吗？那不是。嗯。一人一个啊，你吗？嗯。买那么多？蛋糕呢？老大了吧？单层的、双层的，这个都大，比这个都大。这么邪乎吗？就是一个一米二啊。这嘎中间，这嘎再来个圈儿，这样。嗯。大不大？啥玩意儿？告诉我，课桌你没放下。吃了蛋糕，我还蹭着个黄桃水果吃。这个过生日，爸给你订一个啊。订这么大的。看电视，我过生日休息。我每天做的菜几乎都供俩吃的，尽量都给他吃光了啊。